会的长官哦，我们的那个副处长，以及我们行政联合办公室的副警长刘副警，大家是很多元的，还有我们市府的团队，包含管理局的林局长，还有我们农业局的我们的局长，那还有我们的经发局的我们的这个王主力啊，那还有在座各我们产业界还有学界的这个好朋友们。大家晚上好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当然，我们其实还有我们的林俊秀，我们的荣誉顾问团团长，刚刚没有看到他啊。今天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天。那终于呢，就是我们海洋协会啊，海洋观光与农业特色振兴协会呢，正式让大家认识了一天哦。我们其实很感谢海洋委员会，因为我们的协会呢，其实在110年啊，因为执行了我们地方创生海洋委员会地方创生成立的这个法案。大家看到今天感觉起来我们流程有点生涩，因为我们的伙伴呢都是很年轻的，蛮多年轻的伙伴。那这代表的地方呢正在成长跟翻转，他们都非常的努力，希望能够找到我们地方不同的元素，除了海洋之外，还有农业在地的特色的这个物产，其实也非常重要。那把观光把这两个元素呢串在一起，所以呢，我们是一个全国性的法人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跟扎在我们的台南，从台南缘起。那我们这个团队，我刚讲非常年轻，不过呢，其实我们是在109年就获得了国发会我们的地方创生黑客松的3名，全国3名。也是因为这样呢，就是凝聚了这样的大家对于未来海洋的期待。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我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一个环境，海洋其实有非常大的未来的产业的发展性。所以今天呢，我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各位好朋友们，从就是北台南，从高雄，然后甚至从嘉义一起呢来到我们这个台南市东区来一起齐聚一堂，然后呢见证我们海洋委员会呢第二届的成员呢正式开始的启动。那期待未来。谢谢。那其实我们还有台南市的这个休闲农业协会这个我们的理事长，还有我们的荣誉理事长们有5位我也是那个台南市农业休闲协会的顾问。那其实我们台南市在地有非常多休闲农场，非常有特色。然后我们也有就是家长的团体，还有教育产业的团体，跟各就是工商的团体还有我们的顾问团呢，其实来自各个领域。今天非常开心就是有这个机会呢，透过这个舞台、这个平台，让大家知道我们台南市呢其实非常重视海洋观光跟农业特色的发展。所以呢，你看市长呢，今天我们一定会开业还有这么多的局处首长呢一起来，停留了这么多的时间。那希望大家未来呢有机会、有需求，记得来找我们的海洋观光农业特色振兴协会。那我们的团队，年轻的团队们呢，很开心，也会非常热诚的聆听大家的需求，然后我们呢用我们过去熟悉用计划撰写策略的这部分，还有行销的能力，来帮大家把我们想要推广的家园做得更好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起点，有请呢市长来这边帮我们作证还有委会的长官，还有我们行政院办公室的长官，还有各局处首长，跟我们的产业界、学界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来那期待呢明年我们的这个活动场域更盛大，更多的贵宾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林长，谢谢。